角色上的一些规划，对。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我自己开了一个角色叫做灵蛇刀客。哦 ，OK， 那是你最喜欢的。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其实呢，我最喜欢是练气士。练气士。对，你应该会觉得说我应该会选女生的角色，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女生的角色。当然，我觉得女生的角色衣服很漂亮。然后呢，颜色很多变，但是我自己呢，我们在拍平面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就是自己穿练气师的那个角色，就是很正派，然后有那种气功的感觉，觉得很厉害。按照你摆 pose 风格，应该是选男生角色为主的啦。对，因为其实老师在教我跳舞的时候，他一直告诉我说，你今天是碟仙，所以你脚一定要交叉，一定要非常优雅。对，所以我刚好有点忘记交叉，忘记优雅的时候。